主料：猪瘦肉200克，白萝卜400克。辅料：猪油、盐、姜、芡粉、小葱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精瘦肉切片，加点盐拌均腌制一下。白萝卜洗净去皮切片，锅内放猪油，下萝卜炒一下。炒好的萝卜加适量的清水，放上姜粒，盐煮至萝卜熟透，肉片里加上芡粉拌均。萝卜煮好后，小火时下入肉片，煮两分钟就好了。起锅后撒上葱花，一份清爽可口的萝卜肉片汤就做好了。烹饪技巧：萝卜用猪油炒下更好吃，汤喝着也比较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